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婷美美美容教室。很多人都跟婷姐说，婷姐，我的皮肤为什么会长那么多的黑头，那么多的粉刺，那么有斑有点，然后有这个痘痘。那么除了婷姐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把这个皮肤清洁干净以外，最重要你一定要擦这个无忧无虑的爽肤水。就是你在擦化妆水之前，一定要擦的这一瓶无忧无虑的爽肤水，它是平衡你皮肤最棒的一个爽肤水。那它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呢？就是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叫绿色聚合物。这个绿色聚合物我们称它为软化粉，它可以吸取皮肤里面多余的油脂，然后呢可以消除你毛细孔堵塞的根源，杜绝毛孔粗大。这个很柔，你用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皮肤越来越细致，因为它有亲肤、光滑，然后舒适而且柔润，不会导致这粉刺的产生。你只要用一段时间，大概1个月，你会明显的发现你的粉刺减少了。它针对这个 T 字部位是特别特别有强效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调理水不但可以抑菌消炎，通常婷姐洗完这个粉刺之后呢，我会用这个柔肤水，无忧无虑的爽肤水呢，用化妆棉敷一下，让它消炎，不要让它明天发炎变成痘子。所以这个呢，前面可以预防，后面可以消炎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如果很害怕自己长痘、长粉刺的人，在化妆水之前一定要使用无忧无虑的爽肤水。